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开箱这本书。这本是什么书呢？交通。每天一个劳作游戏，我会自己做立体玩具的交通系列，45种交通工具可以布置房间哦。今天弟弟你想坐哪个？这样的。坐吊车。那我们一起来坐吊车。吊车噔噔在这边，我们现在把它撕下来喽。弟弟，你帮我撕，我可以先把这一页撕下来。哎，它这两个都可以撕的，你看一撕就可以，不用撕。你怕撕坏吗？我真的撕坏了，这个好像要用剪刀。这样剪刀，这很容易撕坏。这样很容易撕坏，对不起。我去拿一把剪刀，我们把它撕下来。这个就是那个下面那个这一部分，哦，这个是吊车的那个部分。吊车，那你把它折成吊车，就是折下来，折下来，折成吊车这个，好不好？那黑色这些把它折过来，折黑色这些。这样吗？你要折黑色线线哦，黑色线线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折黑色线线，是不是？折黑色线线呢？有没有？来，我跟你一起折，压下去，压下去。然后第二个黑色线线也要折，这有黑色的线线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折好第一个，折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支影片到这里结束喽。下支影片我们做好再来介绍啦，拜拜，拜拜，你说拜拜，拜拜。嗯。